现在的那个连接怎么没有看到？不，我现在在那个，我现在在分享。哎，不会。喂喂喂，卖个气烟，卖个气烟，一二三四五六七，A B C D 到嘎 D，弯道的底下是无先 D。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啦，好哈。第二场的比赛，第二场的比赛是由来自彰化县的代表队要来对战来当地的桃园市的代表队哈，是由。桃园市对，桃园市队来先攻，为各位介绍一下桃园市队所派出来的先发打序。第一棒四号黄永传，第二棒指定打击13号李树勋，第三棒6号曾子佑，第4棒5号董子恩，第5棒3号陈家乐，第6棒10号张晓，第7棒9号田子杰，第8棒7号黄冠伦，第9棒4编号8号的张佑军。以上呢是。先攻的桃园市队所派出来的先发打序，那至于先手的彰化县队所派出来的先发守备阵容，投手15号陈柏勋，哦，陈柏勋右投，陈柏勋是高中2年级，然后来自彰义高中。毕业于彰义国中部，哦，彰义高中的国中部，哦，那么捕手呢？捕手是12号的林贝纯，一垒手2号黄义群，二垒手6号林伟庆，三垒手13号李义华，游击手5号高冠群，左外野手9号林玉佑，中外野手10号郑顺龙，右外野手则是1号郭泰成。以上呢是今天呢先手的彰化县队所派出来的先发守备阵容。好，比赛来开始咯，一局上半。桃园市队的进攻，第一棒。是背号4号的黄永传，黄永传高中2年级，桃园市队的先发2垒手，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新民国中。两颗坏球，没有好球。我们的会员小笼包，嘿，五安，多球，还有2块。好，彰化加油。小饼干说：“桃园加油。”小笼包说：“桃园燕婷永传加油。”投给乌龟，前面2个坏球，后面连续塞了2个好球，很可爱。布兰蒂的不负责棒球频道，午安，欢迎进来。我手投出，这棒带到了左半边，哇，是个欧巴球啊！现在打者一路来到了二垒，贼呢黄永传，二垒安打，哇，第一次安打在第一棒，随即就来出现了，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之下，现在是攻占了二垒的垒包。接下来是桃园市队第二棒的打击，第二棒呢是指定打击，背号13号的陈志宇，背号13号是陈志宇，陈志宇呢是高中1年级啊，那么是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仁和国中，目前是高中1年级。不过暑假完之后，
就要变成二年级了。为什么？因为暑假过后就会又升上。这边的资料哦，都是他们当初报名的哦，在5月份就要打的一个资料哦。所以有的都已经毕业，又把他叫回来打了。哎，跟他们接那个 EDWARDLIU 哦，哦，签字哦嘞，谢。好，广山大道桃园重播，没有啦，我是因为看到说哦，那个玉山杯啊。之前哈，一直到今年哦，都是三重棒球场那边有电视，每一场都帮他们做转播。那在另外一组的都没有啊。哦，捕手牵车嘞。哦，我想说都没有啊，那个谁，另外一组的都没有，我觉得蛮遗憾的，所以就把花看看嘞。然后就来帮他们做场场的直播啦，哦。来帮他们服务啦，要不然的话，他们这边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怜，都没，去年、前年都一样，都是没有怎样。另外一组排在三重的，每一场都有电视转播那么好的镜头。啊，无至少嘛，讲三只猫，这里单机的镜头呵呵，让家长也可以看了哈。电报的坏球，啊，技术没那么好，啊，那个口条没那么好，啊，没那么专业，大家就凑合着看啦哈。我都无法度，啊，都无至少嘛，加减麦当看现场，无看。我感情测机就买单，咱公寓的变化如何啦？吼，哎，学长这一年，哦，界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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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好球，学长这一年午安，叶美琴午安，加油！我们的会员也是我们的扳手茂妈咪，哦，午安，感谢你的辛苦直播，我也感谢你们的辛苦收看，因为都累格哦。哎，现在比较好，这一场有比较好，因为刚刚好像旁边有庄家，我们在这边瓜分了那个网路吧，终于又有直播可以看了，可以欣赏了。广山终于又有直播可以来播了，要不然喉咙长茧了，然后呢舌头也打结了。舌头也长青苔了，投手投出左外球，得一个坏球，然后脑袋瓜都生锈了，不灵光了。今天播起来哦，播得满头大汗，然后天气又热，嘿。你现在在板桥哦，服务哦，8月17要结束，服务回高雄，欢迎你回我们的家乡高雄。I love 高雄，投出打接出去，左半边三垒手，哇，很卖力，想要来追，没有哈、哦，场上打击的还是桃园市队的第二棒，背号13号的陈俊。有人的会卡卡吗？呵呵，午安，我跟你讲。会卡卡是正常的，因为这边的信号跟你讲真的不好，因为现在他都要鼓励我们换5G，所以4G的话他就会哇，这个球捕手没有动，因为主审没有捡，哇，室外球保送，哇，没有捡呢，那没有人出局，现在是一二垒有跑者，然后这个室外球保送，同时也是正。彰化县队先发投手15号陈柏勋所投出来的第一次的四坏保送，
小饼干说两队都一起加油哈。天地的坏球，场上打击的，这是来到桃园市队第三棒六号的曾子佑。曾子佑是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新民国中。这一场比赛，桃园市队的先发有几手？目前是升上去是高中三年级，资料上是高中二年级。转身，结果哇，二友的防守人员并没有回防哈，所以是一个假签字。A 哈 ，B I S H E N G 哈，武安会哈，因为我这边的网络哈并不是那么的顺了哈。本来有在台体大，对，那如果在台体大的话是，他的镜头会比较好，他刚好在本垒正后方。有一个有开一个大洞，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把它弄掉了，但是我们去年去的时候还后面有一个大洞，角度很好。那这是因为好像台体大说疫情的关系，考虑到学生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没有借哈这次的 U 那个玉山杯金，没有借场地。哦，三连手啊，可惜。那时候捞到了之后，哇，太紧张了哈，球掉了。一二垒的跑者来到了二三垒，打者上到了一垒。张晨玉，还有武安，平镇加油！我现在是满垒哦。刚刚打击者是曾子佑，曾子佑站上了一垒，目前满垒。好，接下来是第四棒的打击，第四棒呢是背号五号的董子恩，董子恩是高中三年级。那么这场比赛，桃园市队的先发三垒手 ，OK。那么董子恩是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二重国中，目前满垒了，而且还没有人出局，加油了！没有用掉，还是那个洞哦。可是他，我是听说后面的比赛有借了，就是 U15 的好像会借，U18 的好像就不借。要记得吃饭哦，没有时间吃，要播完才能出了啦。Steven 说，高雄目前还是4-3来暂时领先哦。哦，结婚了嘞，哎嘛是爱作妖啊嘞哦，哎我一个不小心可能会翻哦，被翻船，小心打击出去，一来之间早上哇哇哇嘞哦嘞手嘞手，哇稳稳的接下来传一垒的哇，可以抓他出局数哦。但是有点紧张，董子恩上一垒，然后三垒发者会得到桃园市队的第一分，目前还是没有人出局，还是满垒。来到第五棒的打击，陈家乐背号三号，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长安国中。这场比赛呢是桃园市队的先发一垒手，目前呢是高二哦，升上来之后，暑假完之后变高三了。天地的坏球，一脚落地。张慧雅武安，张毅加油。周璇，思璇武安，没有用掉，还是那个洞啊。我就喜欢那个洞，我那个洞很大洞，很好，很舒服。打高，谁？来自目的，左外野手接杀之后，三垒跑者挑战本垒，是一个外野跑被牺牲打。
是由陈家乐所来提出，左外野方向的一个外野高飞牺牲打，带进一分。这一分进来呢，目前双方的比数来到了两分差。一二垒跑者没动，不过一人出局，2-0。哦，平正跟那个古堡都在自己的主场，呵呵呵，可以安排的吗？我不知道，呵呵，我乱讲，开玩笑。好，场上打击的来到了桃园狮队第六棒，背号十号的张翔。张翔是 OK， 张翔高中三年级，然后是来自平正高中。毕业于新民国中。这场比赛，桃园狮队的先发捕手，投手投出，投球，两好球了。我希望之后 U18 继续在台体。哦，叶一信哈，12号，对，张玉清，对。午安，红姐，哎，红姐，终于起来了，红姐，红姐午安，两队加油，哦，善宇爸爸哈，陈善宇爸爸午安，哦，芙蓉兄午安，感谢芙蓉兄讯息告知哈，高雄呢4-3哈，4-3来赢台南结束了哈，那恭喜高雄四队是明天要来争取胜过冠军，那么。那台南市的落入败部哦，今天你要来进行败部，哇！结果汇丰师又是三振掉了打者张翔，这个三振同时也是彰化县队先发投手15号陈国勋所拿到的第一 K。张翔遭到三振之后，现在是两人出局喽。下一棒，第七棒，田子杰，田子杰那一次哈，个人生涯首轰。被拱上播报到，我今天上来的时候，我就是在听那个重播，刚好就听到那一场，就是他们对哪里啊？他们，平正对，哦，打击出去，中间方向，另外一手锁定了接杀出局，是把天子杰给接杀出局，天子杰呢是。高中二年级，桃园狮队的先发右外野手，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新民国中。好，留下一二垒的陈磊得到两分，一局上半打完了，目前两队的比数2-0。桃园狮队暂时领先，握手交换。待会呢是彰化县队的进攻，为各位介绍一下彰化县队所派出来的先发打序：第一棒一号郭泰成。第二棒六号林伟庆，第三棒十号郑顺楼，第四棒五号高冠群，第五棒指定打击三号李习轩，第六棒二号黄义群，第七棒九号林玉佑，第八棒十二号林贝楚，第九棒是背号十三号吕义华。好，以上呢是待会要来进攻的彰化县队。所派出来的先发打序，那至于待会要来守备的桃园狮队所派出来的先发守备阵容，投手19号林伯佑，林伯佑呢是高中一年级，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重庆国中，右投。捕手呢是十号张翔，一垒手三号陈家乐，二垒手四号黄永传，三垒手五号董子恩，游击手六号曾子佑，左外野手七号黄冠伦，中外野手八号张佑军，右外野手则是九号田子杰。以上呢是待会守备的桃园狮队所派出来的先发守备阵容。家俊徐哦，武安，嗨嗨嘿，人讲这人生，嗨嗨嗨嗨路好行。
好，不客气了，叶一信，嘿。U15 哦，U15 之前哦，这一个比赛开始了，拍谁，我注意看讯息，没有注意到场内哦，拍谁。那个 U15 的场地是台体大，但是它预备场地是平镇哦，那不知道说它最后的那个的结果哦，画质很卡哦。真正是无法度啦，阿中，呵呵，有点荡哦，阿中午安，嘿，有点荡，哦，打击出去，左半边，左外野手，曲前接杀出去，是将彰化县队第一棒一号郭泰成给接杀出去。郭泰成是国高中二年级，彰化县队的先发右外野手，然后去。来自彰义高中，毕业于彰义中学国中部。好，第二棒的打击，我想不起来有哇5G 啊，他现在都大家都一直在鼓励5G 哦，4G 的话就变成以前一样，以前要鼓励大家换4G 的时候，3G 就变得非常的大。那问三垒审哦，看有没有出棒过半，结果是没有哦。彰化县队第二棒的打击编号六号林伟庆，林伟庆是高中三年级，彰化县队的先发二垒手，这棒带到了右半边接尾球。林伟庆呢是来自彰义高中，毕业于凤阳国中。哦，改在桃园跟三重了，哦，那桃园的话就平镇了，平镇的话就这块场地啊，哦，是有改了，好，哦，感谢那个善宇爸哈，来告知哈，挥空，三分掉了，打者林伟庆。两人出局，这个三振同时也是桃园四队先发投手19号林柏佑所拿到的第一 K。好，第三棒的打击，彰化县队第三棒背号10号郑顺龙。郑顺龙呢，高中三年级，彰化县队的先发中外野手。来自彰义高中，毕业于彰义高中国中部。两人出局，垒包上没有保守。打击出去，找上一垒手，一垒手是将球拦下来之后，轻松如意的铲一垒垒包，将第三棒10号的郑顺龙。刺杀在一垒之前，京城的三人出局，结束了一局下半。彰化县队的进攻，三上三下，无功无返。一局打完，双方呢目前2分的差距，2-0，桃园四队暂时领先，拱手全换。老潘午安哈，画质很卡哈。哎呀，真的是，赖元峰、赖家峰啊，爸爸，赖爸，午安。真正这我是真那你的网络这个部分吼，我真正是无法度，不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姬宏中午安，民政先发投手是19号的林柏佑哦，我们的会员 Mibi 午安，嘿，正中午好热，多喝水，桃园加油。啊，平镇的口罩很帅，你没有放乖乖哦？没有，我真的是忘了买。呵呵
我们的会员红姐，我们的会员红姐呢，午安，欢迎进来。只有红姐在聊天波都没有进来，大家一直每天都在那念红姐哩，红姐哩，红姐人也无去耶。二局上半，桃园市的进攻，第八棒的打击，这个球是一个好球。第八棒是背后七号的黄冠，黄冠伦呢是，高中二年级，桃园市队的先发左外野手。黄冠伦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新民国中，打了一个界外球，一垒手进行锁定，哇哦，被一垒手给截杀出局，在界外区。好，第八棒七号的黄冠伦遭到截杀，在右半边的界外球被一垒手给截杀出局，一人出局。好，接下来要上场打击的，则是来到了桃园市队的第九棒。第九棒是背号八号的张佑君。张佑君呢是高中三年级，桃园市队这一场比赛的先发中外野手。那么，张佑君呢是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新民国中。两颗好球，不，两颗坏球，打进出去，找上游击手，游击手操作你的，好的。张佑君一垒前遭到了刺杀，两人出局。场上打击的轮回第一棒，第一棒是编号四号的黄永传。第二轮哦，黄永传前一次打击呢是二垒安打。我们的会员小红包午安。不知多少彰化人，应该八成九成以上都是那个吧，彰化的吧。OK。他们为什么楼上有开放？那我可以去楼上。角度比较好，不过楼上的话是有网子，但是它是在后母的后方，那扯平地。对啊，因为二楼我早上来的时候是观众区呢是不开放的，一好三块，所以我如果去到二楼播的话，其实或许会更好看。而且更高一点的话，或许那个信号的传输会更好。哇，说着说着，黄永传是选到了四坏保送，这个四坏保送，同时也是彰化县先发投手15号陈柏勋所投出来的第一次的四坏保送。哦，原来是哦，红姐进不去聊天波，是因为李萌下诅咒的关系要哦，李萌这个你要检讨了，为什么你会诅咒红姐进不去？罗 Q 啊 ，J A C K L I L I I N 哦，午安，不客气哈。李萌午安，嘿，红姐加油！李兆奇午安，平镇好几个都是准
职业哦，职棒选手是啊，界外。哦、啊，因为我们现在毕竟是在比68的玉山杯，所以他们的资料我还是依照他们秩序册上面所呈现出来的资料报给大家、哦、我知道有些都已经毕业了，甚至还被叫回来打哦，然后有的是已经升到高二或者是高三了哈。千字一垒 ，safe。张佑军是富邦悍将第七指名。马上打击的则是第二棒13号的陈世宇啊，指定打击。小笼包说：“饮料请全队吃包子哦，玩很大的地方了哦。”出包子啊，出包子，我也没有那出包子。投手投出，打击出去，打穿了右方向，形成安打，一垒跑走来到二垒。这时候打者呢，陈志宇站上了一垒，形成了一二垒有跑者。两人出局之后，发动了这一波攻势，现在进入了得点圈。好，现在是第三棒，桃园狮队第三棒是飞号六号的曾子佑的打击。曾子佑前一侧打击失误上垒。投手投出。那球偏高，李萌说：“红姐，那应该是龙哥的咒语发挥。啊”你两个都底下丢球的呀！一二垒跑者，刚刚打击的是曾子佑，在一垒的是陈志宇，王永传在二垒。投手投出，八棒接棒。我们的会员子龙居士龙哥午安，有人甩锅打到你，哇！二垒方向平飞安打，现在二垒跑走超过了三垒，要回到本垒，拿到桃园狮队第三分。至于一垒的跑者是来到了二垒，打者上到一垒，这个安打是由曾子佑所来提出，一垒安打一分的打点。这分回来之后，两队的分数差距目前三分。还是一二垒有保者，还是两人出局，天初三了。八月八号是初一，八月九号初二，今天八月十号喽，今天是七月三号喽，农历七月三号喽。OK， 场上打击的则是来到了。桃园狮队第四棒董子恩，编号五号，前侧打击失误上垒，
严冬山午安，哦，欢迎进来。初一初四初二初四初三初四初四初四初五初四初六初四，老伙啊，明仔食菜哦，知无？我干一下雷之后投出，偏低压低喽。你又跳了一天了。我高度纳闷，嘿，红姐自从阿飘群出来之后，好像怪怪的。你应该去收金了，去收惊收收的哦。要两块，打击出去，哇，落地了！现在二垒跑者靠了过了三垒，回到本垒，一垒跑者来到了三垒，打者则上到了一垒，第四分进了。哇，这两人出去之后，目前呢，第三个出局数还没有办法拿下来，已经进来两分哈。这个安打是由第四棒五号的董子恩所击出一垒安打一分的打点。下一位打者呢是桃园市队的第五棒三号的陈家乐。陈家乐前一侧打击是外野高飞牺牲打，带进了一分。两人出局，一三的有保守。投手投出，天地的坏球。简南庆爸爸，简爸午安。戴着口罩真的很痛苦，都快吸不到气了。这些运动员真的很辛苦，也很可怜。那我像我儿子去代表队啊，他们集训，然后回来也是爱被歌舞啊。他说昨天哦跑步啊，昨天跑步差一点气喘了，因为刚口罩都酥酥的，然后都贴在那个嘴巴那边，都黏住了。然后呢？然后都快不能呼吸了，一好两坏。哦，如果网路不顺的话，大家凑合着看啦、啊、哦，没办法。这个也是这，先至一类是，结果嘛无法多，无灵搁兼，无灵搁兼无力，无灵无力。快下线了，哇，要三块喽！哈哈，啊，几个月啊，整个月都是你们家在生日哦，哇！蛋糕店都做你们家生意就够了，四块保送了。哇哦，这个四块保送之后形成了满垒，陈家乐选到了四块保送，两人出局。满垒之中，这个四外保送，同时也是彰化县队先发投手十五号陈柏勋所投出来的第三次的四外保送。好，接下来呢，则是桃园市队第六棒的打击，第六棒呢是背号十号的张响。张响呢前一次打击是遭到了三振。投手投出，快点！而且你们家的生日都是连续的呢，哈！啊，每天都在吃蛋糕呢，哈！
投手投出打击入去，哇！三游间穿越而过，形成安打，三垒跑者回来，得分有的跑者靠过了三垒，也回到本垒。那至于一垒跑者也要回到本垒了，哇！自己打者来到了三垒，为什么呢？因为左外野手在处理这个球的时候，哇，太紧张了，这个球并没有拦，并没有拦下来的情况之下，让他跑到后面去，进来的三分，清垒的一个安打。是由张翔所来提出。好，第七棒的打击，田子杰背号九号，前侧打击外野飞球，对接杀。投手投出 ，OK。我手投出，还是压低。还是平地的外球。投手投出，哇，是坏保送哦。这个两人出局之后，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进拿了五分。那好，也可以加油。第七棒九号的田子杰选到了四坏保送，这个四坏保送同时也是彰化县队第先发投手四坏陈柏勋所投出来的第四次的室外保送，加油！黄冠伦的打击第八棒，背号七号，前一次呢界外飞球被接杀，哇！这很多球弹到后面去，三垒跑者是回到了本垒，拿到了桃园狮队的第八分。至于一垒的跑者，是来到了二垒。坏球，哇，又是三颗坏球了，比较加油了。投手看一下二垒之后投出，哇，又是一个室外保送。
这时候彰化县队的教练喊暂停，这个是为保送形成了一二垒有保者，更换投手。换成19号的潘冠奇，19号上，19。潘冠奇呢是高中2年级，来自彰义高中，毕业于彰义高中国中部，右投。至于彰化县嘛，哦对，彰化县队的先发投手15号的陈柏勋呢，一共是投了1又3分之2局。掉了8分。被打了53打。抓到 1K。以上哦，投出5次的室外保送，目前投手练投中，请各位稍作等候。好，练投完毕，比赛继续的进行。场上打击的则是来到第九棒，第九棒是张佑军，编号8号。张佑军前一侧打击呢，一垒前遭到了刺杀。OK。哦，是哦，三重那边暂停比赛了，整个大雨哦，哇哦！阿弟嘛嘞，一下子哈哈哈哈哈，啊一下哭，已经降息，哇，要掉到这个球，捕手并没有拦下来的情况之下，一二垒的保者来到二三垒。坏球！加油哦！毕竟这个半局两人出局了。蛮 Q，有伤害。手投出，投给我，哇吼！3号满球数，投打要来对决喽。比赛啊，投手的频道好像有一点问题啊。彰化是彰化一中，对，没错。哦，投手的那个
皮带好像有问题，赶紧叫队友哦送上去。好，比赛继续来进行哦，头打对决，量好伤害。投手投出打击出去，脚上有人手，有人手抓地雷，终于抓到了第三个出局数，谢谢。哇，这个两人出局之后等好久啊，终于抓到了第三个出局数。第九棒八号的张佑钧呢，一二垒之间的滚地球，一垒前遭到了刺杀，三人出局结束了二局上半，桃园四队的进攻留下二三垒的残垒，这个半局一共是攻得了六分。二局上半打完，目前双方的比数是8-0。好，桃园四队暂时领先，攻守交换。你比老狼给你咬。那是球员嘛？真的好弱啊！你讲台北三重攻咧落后呢？光暂停比赛啊！哎，有人闹的啊！不过看到，因为我才查到，我换头了，换一个下坡的嘛，九号无呢，也是十九号啊，也是十九号的林柏佑，飞仙呢？我先把这个张起来，我先把张起来。对啊，恁可能一组一组，但是啊那。默契，然后特别慢。好，比赛是进行到了二局下半，彰化县队的进攻开局者第四棒五号的高冠群。高冠群呢是高中二年级，彰化县队的先发游击手，来自彰义高中，毕业于彰义高中国中部。一颗球进来是一个好球。好，棒接位。说到这个招生哦，我们有一年碰到高雄市哦，有一个国中很好玩，他在招生的时候，在考试的时候就说：“哎，来你们，这颗球有没有机会落地？”我怀疑接杀。然后呢，他就在旁边喊，然后在我旁边喊，喊之后，哎，来报考哪一间国中的，来这边领麦当劳，给他们吃麦当劳。好，第四棒五号的高冠群呢，左外野方向的飞球遭了接杀，一人出局。好，接下来呢是第五棒的打击，第五棒是指定打击，背号三号。背号三号是李徐轩，李徐轩呢是指定打击，高中一年级，来自彰义高中国中部。毕业于彰义高中国中部了，他来自彰义高中。界外球，我们的会员，国旗女孩杨慧敏，午安，欢迎进来。叶美，请说下雨了，NAT。I L I E 五安，哇，这个再加一颗好球，
投手投出，哇，好球！哇，李希轩这颗球是选择放过，主审拉轰三振出局，两人出局了。这个三振同时也是桃园市队先发投手十九号林柏佑所拿到的第二 K。接下来站上打击区的是彰化县队第二棒，不，第六棒二号了，我不敢得病。第六棒二号的黄奕群，好球！黄奕群高中三年级，彰化县队的先发野手，来自彰义高中，毕业于彰义高中国中部。好球！我连续两个好球。会不会等一下我们这边也下呢？我还得落啊！这个没有啊，这目前应该看看有没有吗？对啦，还三四点才到。哎，是啊。两好一坏，手投出，投球，哇哦，三振掉了黄奕群，三人出局，哦。结束了二局下半，彰化县队的进攻，三上三下，无功而返。双方目前还是八分的差距，8-0，桃园市队暂时领先。空手交换，这个赛事的规定是5局15分，7局10分。我看一下，我确定一下，因为我。如果没记错，没错，5局15分，7局10分。所以彰化县队这边要加油，因为目前才第三局哦，还有，几局可以追哈，追分数。可以。无啦，伊这正式的还袂来啊。因为后边还有，伊后边还有同届啊，佮临时佮延一工去无，所以，迄落拢，迄落啊，拢拜三块来啦，啊，就明仔载啊，公司的正办的，才迄落筛选的，筛选的讲明仔载来啦，明仔载今仔拜二啊，明仔载拜三，我明仔载来啦，啊，伊就先给一本给我看。哦，李慧慧哈，无、哦，不是啊，黑人物啊哈，黑人物五安哈，哎，中午很多为什么要12点开打？请问有什么原因吗？因为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等太久了，而且哈、哦，听说3-4点可能又比较容易下雨哦，所以，对，就如果有 delay 的话就 delay， 啊，没有 delay 的话就12点打。好，三局上半，桃园市队的进攻开始。OK， 桃园市队在三局上半呢是轮回第一棒的打击，黄永传外侧偏高，通常一天如果只有两场的话，都会这样安排，就是9点1场，12点1场。哎，那至于详细的原因，可能要问大大们。雷人物说：“桃园加油！”一好两坏。其实他们打中午的话，其实对球员来讲的话。哦，这棒是带到了中间方向，有没有机会落地？
结果无，中外野手接去啊。哦，那因为而且你如果隔太久的话，比方说那个第一场九点打完，然后那个裁判还在那边等，所以说通常都是，以往的往例都是这样。那话又说回来，哈，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其实，在他们球员来讲的话，中午场来讲的话，对他们也是一种训练，更是一种磨练呐，林世祥，午安，张毅加油。啊，扯平方。我曾经是有看过说，早上九点，然后下午一点的，有，我有看过这种。那通常是指晨棒的话，它就，九点跟一点。这一棒带到了中右外野交接地带，中外野手横移之后接杀出去。两人出局。第二棒指定打击13号陈志宇，中外野方向不，中右外野交接地带的飞球遭到接杀。第三棒的打击曾子佑，界外了，飞行轨迹很明显啊，出界。简，那个是简文喇嘛，午安，三哥，感恩。哦，上北为球迷服务，社会需要这种人才。他们哥哦，一点做很细的哈，希望大家会当。哦，有没有想无鬼？哦，有一点哈，就是很现实，就是说，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哦。支持啦，大家一起努力，要不然的话，其实看我们这样在外面播吼，说实在的，很烧钱呐、啊。我打击出去，有击手，哇哇哇，有击手，将球挡下来，可是并没有进手套吼。曾子佑站上了一垒。一人，两人出局之后，站上一垒的垒筐，场上打击的来到了桃园市队第四棒，董子恩，对号五号，所以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哈，等于说聚沙成塔，讲出去点么烂哈，哇，这就多烂了，就像一把筷子折不断一样。三重还在下，我嘛计卖，我嘛计卖肉啊！你这边哦，那么大太阳啊，那边下雨，综合一下就变成多云就好了没？对不对啊？都两边都卖肉，都那个哈，多云就好啊，对不对？安尼也也袂热，安一边啊嘛也袂热。我这边是出大太阳雨，好，落到要歪腰雨。董子恩前面两次打击，第一次失误上垒，第二次呢一垒安打一分的打点，
打击出去，哇，那边落地，洪子恩站上了一垒。然后，至于原本在一垒的曾子佑来到了二垒。好，场上打击的来到了桃园市队的第五棒，第五棒陈家乐，背号三号。旁边的学校是不是平镇高中哦？我第一次来这里，我不知道呢。平镇高中是哦，平镇一百是平镇高中。受了啊，区公所哦，哎，哦，区公所，区公所了。哦，旁边那一个是区公所了。外野那一排啊，中外野、左外野那一排，那个是区公所的地方啊，不是校舍哈。哇，又是一个坏球！一家加油了，董子恩，对，没错哈、哦。董子恩现在是陈家乐在打击，董子恩在一垒。陈家乐前面两次打击，第一次外野高飞牺牲打，第二次呢是选到了室外保送。哇！哇哇哇哇！现在这个室外保送之后形成了满垒，彰化县队的教练喊暂停，会换吗？没有，目前没有换。俊阳赖哈，俊阳赖，哎、欸，古安加油 ，Go Go Go！ 哎、欸，这块场地我之前有路过，就是在外面的高架有路过，但是就是没有来播过，第一次来。李萌说这边的特色是外面的垃圾车。我不知道。第六棒的打击，张霞背号十号，前面两次打击，第一次三振，第二次三垒安打，带有三分的打点，内侧偏高。哇！出生球，由于满垒挤回来了，桃园市队的第九分，还是满垒，还是两人出局。哇！今天恁拢两人出局了，开始分数开始，加油哦！第六棒张翔出生球保送。换了啊。哦彰化现在的教练再度喊了暂停啊，换了换陀螺，换上的是十四号啊，周奕环，第三任投手十四号周奕环，周奕环右投，高中一年级。来自彰义高中。毕业于彰义高中国中部，待会要面对的是桃园市队的第七棒九号的田子杰。翔哥统一选中了、哦、然后张佑君富邦选中、哦、
董子恩也是富邦。我给你本地马蹄的就好了。哎呀，几个啊？拢算几个？就拢对了。是啊、哦。反正我会见咱兄弟个去报。高万表示个啊，啊破门掉两个。他说：“解放军要送隔壁那个车。”今年是过遐旅外，啊无会阁愈侪去哩。那疫情的关系啊，旅外。三局上半，法兰斯的进攻，两人出局，满垒之中。张玉清吗？因为我这边萤幕会反光啦，吼，拍水了，吼，有时候看不太清楚，吼。哎，五安，打击出去，哇，二垒后方，中外野方向，落了地，形成了安打，一分的打点，谁击出的呢？田子杰，一垒安打，一分的打点，这一分回来，双方的比数目前来到十分差，还是两人出局。好，接下来是第八棒的打击。第八棒黄冠伦，对啊，七号前面两次打击，一次界飞，一次四外球保送，内侧偏包。张玉清说：“主播，你是哪里人啊？”也是台南人，也是高雄人，也是屏东人。为什么这么说？啊，我哦，偏低的外球，挖地瓜了。如果是出生地屏东，所以我是屏东人。如果是爸爸台南人，如果是说长大的高雄。所以，欸，你要我到底要介绍我是哪里人？我是南部人。啊，你看鬼题啊！南部三县市我都有哇！有没有机会落地？接杀了！中外野手是将这个球给接杀出去。三人出局，结束了三局上半，桃园狮队的进攻，留下了满垒的残垒，攻得两分。三局上半打完，目前双方十分的差距，10-0，桃园狮队暂时领先，攻守交换。洪姐讲，王三是高雄王人啦、啊、吼，啊，迄个啥，李洪哥讲安尼讲，新加坡吃肉人，你咧讲洪姐哦，新加坡吃肉人哦，他无肉不欢呢，惨，啊那连讲哦，啊那口蹄疫啊，是啥物狂牛病，啊无肉通食好话，呵呵哦，花莲小猪哦，哎，陈爸好，哎，你好，花莲小猪午安。听说哦，听刚刚有那个呢，有家长在讲说，好像我们华南金控 U15 的场地直接换到目前大家所荧幕上看到的这一块场地。我靠，这个场地搞到不好，台底大概好啦哦。啊，过来台体大都好有啊，啊，不过台体大我物件我搬过死，我来讲，因为无电梯，你遐物件好爱一行车，麻烦摸给你到迄个后门后壁，都摸到过死。
改在凭证呢？嗯。目前桃园的投手呢是19号林柏佑，没有换哦，还是先发投手。OK， 阿袂换的吼，够紧吼。通常伊若要换哦，大概拢上无，拢爱凑五局。两好球。三局下半，彰化县队的进攻，第七棒的打击，九号的林玉佑，先低头换球。林玉佑呢是高中一年级，那么是这场比赛彰化县队的先发左外野手，来自彰义高中，毕业于彰义高中国中部。手外侧坏球，二楼直播室也不错，真的。我明天我来把球看看，看我当去你楼顶无？二楼敢会敢无好啊？角度无好。人啊，你无落去。不是，我是讲啊，一只有人啊，按个夜视也是不好。是有人啊。你嘛，安尼个比较较歹看诶。或者个比较较歹看，遮至少无房啊！哎呀，大哥，左半边界外球，伊遮足济，我今仔个甲这无偷掉，偷掉就一空啊！啊，奇怪，伊太足白足细呢，房很多呢，啊，咪上下拢用结过，你看足济拢有拢白过啊！哦，蚕豆呢？吃蚕豆酥。继续的蚕豆。本垒后方网子夹一下，你拨过。本垒后方。嘿，网子你网的呢？你嘛，你帮帮忙，我打电话特写，你看。哦，这一棒打到了中间方向，哇！中外野手接杀出去，本垒后方来，我来看一下本垒后方来，那你敢在离远？哈哈哈！离中远的哟，那是要哪夹啦？那无在条夹啦？啊？一个夹？哎呀呀！你讲遐，遐够有空？还是遐大？其实我讲啊，我若愈越靠近右手边无，音啊愈大。伊起码你面足大嘛，头部面足大。一二垒之间，一垒手出来接，传给不会的投手。是将第八棒十二号的林贝纯刺杀在一垒之前，两人出局。他中间跟栏杆有缝，对啊，中间跟栏杆有缝。问题是中，哦哦哦哦，你夹无？你无翕啦，因为伊可能用手机啊，伊无对咧走，伊可能是全景的迄种诶，全景的迄个伊讲。走一点光，那菜啊，迄是全景的。你若无要掠球，无要掠球的状况之下，是二楼的视野哦，应该是不错。打击出去接外，两人出局了。场上打击的则是彰化县队的第九棒，第九棒是背号13号的吕义华。投手投出，
好。小宝，给外面接外球。刘玉华呢是高中一年级，彰化县队的先发三垒手，来自彰义高中，毕业于彰义高中国中部四坏保送。刘玉华选到了四坏保送，带两人出局之后。这个四坏保送，同时也是桃园市队先发投手19号林柏佑手投出来的第一次的四坏保送。好，轮回第一棒的打击，郭泰成编号1号，第二轮了。郭泰成前一次的打击是外野飞球遭到接杀，投手投出打击出去，哇，三游肩平飞落地安打。吕玉华来到二垒，拿着郭泰成上到了一垒，哦，有机会破蛋呢、啊，加油！主要是四十安打出现，分数应该会进来，因为现在是两人出局，二垒有保者，而且又是前面棒次。哦。第一记安打出来，第二记就连那个啊，第三记就落落啊，就个窜下去咯。咱拄啊，迄个像啊，顶一场嘛是安尼。哦，第一记安打出来呢，彰化高中不彰化县啊，这是彰化高中，彰化县，彰化县代表队全队的第一次安打是在三局下半出现了哈，哇，回攻。那第一支安打出现，第二支就要跟了，第三支就要连了。嗯，好，第二棒的打击，林伟庆前侧打击遭到三振，良好球了，加油！投出打击出去，左半边界外球。投出打击出去，哇哇哈哈啊！一垒方向的一个平飞球被一垒手给伸手一拦，接杀出去。三重下大雨哦，哇！阿月午安，到现在还没停哦。嘛，计较差不多诶，好当好落一个意思搞得好啊，你落遐济哦，落遐济啊，只不过落甲人搏当比赛。三局下半，彰化县队的进攻呢是留下一二垒的残垒没有得分，双方呢在前面三局打完，十分的差距。比赛要进入第四局咯，四局上半，彰化县的守备，桃园市队的进攻，而且越来越大哦。六号下，四号上。所以彰化县队的二垒手是换成四号的刘宇轩哈。投手还是第三任哈，十四号的周义华。撸了撸多啊，真假期。没有，因为我这个是用摄影机啦，而且我习惯性会跟着球跑。
那是看场地啦，像这个场地的限制就没有办法悠游自在，因为各可以悠游卡出来嘛，不好。好，比赛进行到四局上半，桃园狮队进攻开始，第九棒，绿国球选择进攻，左半边界外球，第九棒八号张佑军。张佑军前面两次打击还没有安打出现，都是一垒球遭到了刺杀。背号八号，投手投出偏高的坏球。你们说比赛少的可怜，老天别再为难这些体育人，真是没错。你讲，李萌讲得非常好哦。左半边的飞球，因为我刚刚这边有去 K 到哦，所以镜头没有拉到。一人出局。陈佑军左外野方向的飞球遭到接杀，沦为第一棒。黄永传的打击，第四轮哦。背号四号的黄永传，前面三次的打击有两次，第一次二垒安打，然后第二次四外保送，第三次外野飞球被接杀。投手投出，好给我两好球。打击出去，弹跳球，一二垒之间，二垒手邢天天接球，邢天天传球，是来得及将黄永传刺杀在一垒之前，形成了两人出局。你恁囝即摆国立啊，国三？国立，国立啊。安怎？高中啊，要升高，即个暑假了的。高一啊。高一了啊。即暑假了的高一了。高一的。高猛啊。哪位高啊？系啊。我哪位高啊？啊，伊都要去吼。啊，临时临啊，我已经拢讲好啊，我已经甲高安讲好啊。结果我伫台中咧报迄落国校两个全国赛，一通电话来，甲我讲伊要去啊，吼，要去啊去啊。哦，尤其方向平飞球，现在挑战二垒有没有机会？滑垒进呢？啊？念不到啊？啊？而且因两个差五年个啊，阮大呢已经升去大三啊呢。大三伫倒咧报？伫迄落啊。中信学院呢？你政治镇压。这个安打是由第二棒陈志宇所击出，二垒安打。接下来是第三棒的打击，曾子佑，背号六号。龟山也下大雨了，哇！真的假的？有啊，一会我开始乌嗖嗖啊，然后竟然飘过来呢。过来哦，不是没有、哦，真的呢，我们的左边哈、哦，有点乌压压、黑压压的一片，开始往这边移动了。插棒接位。哎，这个 U15 个吗？三个学生都是。你那个 U15 个几块的？嗯。都一年来都出去跑。我因为蛮喜爱好经验嘛。
这人多嘛是要。那你先想想，伊搁有在生活的机会。哦，了解。无爱本身嘛是爱有相当的实力啊，无你搁学长受伤嘛无效，你也无迄个无相当的实力嘛无效啊。对啊，袂歹。爱伫国花就，伊伫国花就不错。嗯。啊，即摆偌悬啊？有出去无？我七啊，七啊三。啊，差不多啦，福冈啊，即摆差不多即个悬度差不多，差百分之一万。国中170多，拢正常，更牛有咧低的感觉。但是我神经质哩啊！我最近烦恼伊，你看一片乌乌，一直流过来安尼，惨！他等我翻车，往这边落，左半边有没有机会过？哇，顶棒！哇，丁邦可惜没有过全垒打哈，没有过全垒打墙，二垒跑走回来得分。还过唔是迄个？还过到迄个啊？唔是迄个够过啊？啊，唔是过下开迄个哦。还过得完嘛？对啊。哦，安尼佫差足济，是丁邦啊吼。这个三三啊。哦，一个二垒安打一分的打点哈。二垒安打一分的打点是由真实右手来击出。我动作是迄个啥，迄个青蛙过就过啊嘞。我过他迄个网，我着看迄个高雄的上面球场同款，就管的。安尼嘛无够标准的。前波比前波小啊！我见个要拍下到全垒打墙，我结果哪变？哦，原来是长度的问题。场上打击的则是第四棒五号的董子恩。目前两人出去，二垒好保者。在二垒的是曾子佑，以后有靠他这边出个电影，以后有出个出个电影。你讲国旗啊？国旗啊，去国会。对，你讲一个出个电影。你恐怖，还个国旗过来呢。北邦，哦，来不及 Q 球，已经接杀了。三垒方向的一个飞球，遭到三垒手接杀。三人出局结束了四局，上半桃园四队的进攻留下二垒的残垒，这个半局再添得一分，所以四局上半打完，目前双方的比数呢11-0，桃园四队暂时领先。攻守交换，桃园的捕手范二号李东汉，桃园的捕手范二号李东汉是高中二年级，李东汉是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西明国中。恁十五幺的汤是在边啊？伫三重啊，只。看到我看到真是。我迄落呢，反正只看嘛。我也记唔到，确实无，无看高阳干杯哦。高阳伫遮啦，花莲嘛伫遮，台南嘛伫遮。
桃园四队呢，场上投球的还是先发投手背号19号林柏佑，那捕手换成2号的吕东汉。等你讲啊！没啊，你无看那边乌一直流过来啊，我种惨。哦，三游后方落地形成安打。好，新北下雨，比赛暂停中，打到二局上。那么黄玉国武安好，台北还好，目前没下。那个这边也玩起来啊，彭家的平镇高中棒球场这边也开始乌压压的一片，开始移过来了。四局下，彰化县队的进攻，没有人出局，攻占一垒的垒包。开局者第三棒10号郑顺龙呢是站上了一垒，场上打击的则是第四棒5号的高冠群。OK。没错，没错，没错，哎，那个郑坤成哦，武安，哎，你讲的那句话没错，哎，两码三坏满球数。高冠群前一次的打击，外野的球被接上，插棒界外。四坏保送啊！哦，居然没有人出局，一二垒有跑者。阮是全国会转播吗？什么意思？阮是，你是讲哪一个阮是？你说国阮吗？国阮那个应该是11月份的事喽。美国中阮是的话，应该是11月份的事。至少也是要十月底、十一月初或者是十一月中，才会有国中的全国软式全国软式组全国赛。我现在在一垒的是高冠群，郑顺龙在二垒，场上打击的则是彰化县队第五棒指定打击背号三号李习轩。李习轩前一次打击是遭到了三振。左手投出，打击出去，哇！好的，双杀，哇，可惜，哇！李习轩打了一个游击方向的比分球，被接杀之后。是传向有几手接杀之后，是赶紧传给二垒手，二垒的跑者挥来不及，遭到了双杀。哇哦！一下子是两人出局，然后剩一垒有跑者哦。那个黄玉博，嘿，加油，嘿，自己有梦想哦，然后
有一句话，那个陈水扁，以前的总统陈水扁曾经说过，有梦上水，希望上水啦，真的有梦最希望相随。高中软式的今年取消了，没错啊。如果是国软的哦，你回答是高中软式，高中软式是已经那个啦，已经取消啦，确定取消哈、那个是学联的赛程。啊，那才二垒垒包，选三。说一垒什么？一垒扣击球员啊，是谁？一垒扣击球员，我看一下、啊。一垒扣击球员，那个是几号？六号啊，六号林伟庆，他刚刚是被换下了。哦，林伟庆原本是彰化县队的二垒手，那后来被换下来。对，所以扣击是那个。后期是那个，林伟庆，哇，十局下半，彰化县队依然是没能得分。哦，露露会过来啊，唱啊，也嗨。唱咯，哦，露露会来了。你家那边也天黑了哦，这边也黑了啊。你看左边有没有一大片黑压压的？有没有左半边？现在我镜头拉过去了，左半边正在往这边飘啊！原本大太阳呢，我的乌鸦嘴讲到，我乌鸦嘴讲吼，无你嘛乌阴，啊，那边卖肉，这边嘛无肉，啊，不知他顶下乌阴来，唔知肉无？你听说龟山已经下了，呵呵哦，打雷呢，安诺诶，恐怖。好，比赛是进行到了第五局，五局上半 ，OK， 五局上半，桃园狮队的进攻，场上打击的则是来到了第五棒三号的陈家乐。陈家乐前面三次的打击。陈家乐前面三次打击，第一次外野高飞牺牲打，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室外保送。打击出去，右半边定棒球。现在挑战二垒，挑战二垒，哇，直接是攻占了二垒，没有人出去，哇，陈家乐直接来到二垒哦。好，那么由11号的王念好来代替陈家乐在二垒跑垒。我们这边已经黑了，乌压压的哦，来看远景哦，乌压压，而且是打雷，打得很恐怖哦，很像是高雄前几天的上个礼拜的那个暴雷雨啦，你们，你们害死人！你叫人来黄山，这台都要死，我把你骗。我家己都咧饲袂起啊，佮叫我饲人，你莫跟人玩。
好，场上打击的则是来到了第六棒，是二号的吕东汉。吕东汉呢是后来换上的，桃园市队的第二任的捕手、哦、第一次上来打击。真大声哦，弄弄叫哦，哦，我阮高雄顶礼拜恐怖呢，乒乒叫，就拿了半个月啊。出生球保送啊，没吧？李龙源午安，快下雨了哦。快啦，无嘛，等等等啊，你都嘛等我，你着比赛了，物件收好，啊先拼好。袂使讲一比赛结束就死咯呢，安尼我会死人。嘿嘿嘿嘿，我物件袂收袂了，你来讲比赛了，我戆啥物件收好上车了，要落开始落。吼吼。好，刚刚呢，李东汉是被球 K 中，然后呢，触身球保送，一二垒有跑者。OK， 场上打击的则是来到第七棒。天狼 Q 你来吗？哦，天狼 Q， 好久不见啊，天狼 Q。啊，你当时要教我教迄落啊，要教我教迄落伊教直播接口音啊。当时要教我教，无你叫陈伟勇帮我教一下啊。哦，传三垒，哇！那这个球呢，落了一下之后，前几球呢，再传向三垒来不及了，一二垒的跑者已经来到那三垒喽。苗伯伯都要赶快跑了，问题是在直播中怎么跑？你不看乌天暗地吗？乌噜噜吗？哦，这棒界内哇！哎，界内哦，哦，偷背时偷背时，只有二垒安打，所以。还是两分哦，不费事呢。他是弹过去再弹回来，哦，他认为一垒神认为是弹出去了再弹回来，所以已经是算是构成了场地二垒安打哦，场地二垒安打 ，two base。那虽然是 two base， 还是两分啊哦。哦，目前还没有人出局呢。哈哈哈！丁阿叫你家己无开口，啊，你帮我问一下那个陈辉文呢？伊不是阿祖都会帮他帮忙吗？阿祖不是都会帮他的忙吗？啊不，你看阿祖看要安怎迄落，要哪方面联络，我来给拜师学艺一下嘞。热啊！惨，我物件该死咯！你落来就看一个大尊的啊嘞。OK， 打击出去，一二垒后方落地，形成安打。二垒跑者现在经过了三垒，有要回来吗？没有。停留在了三垒，所以现在是一三垒有跑者。地球棒的打击，现在一三垒有跑者，合体，而且没有人出去。
这个挖地瓜的球捕手是有挡下来，但是跑到旁边去的情况之下，一垒跑者来到二垒。打击出去，打穿了二友的防线，形成安打，三垒跑者回来得分。至于二垒的跑者来到三垒，这一分进来，双方的比数目前呢有14分，而且还没有人出局。这个安打是第9棒。因为第一棒的打击，打高，有没有机会落地？中外野手接杀，在接杀之后，三垒的跑者是挑战三垒，他击到了 ，out。第15分没有进来，没有，有进来了。稍往界外，场上打击的就是第二棒13号的陈志宇。你的发车跑了，室外保送。第三棒的打击，曾子佑。打击出去，哇！中左外野交接地带，二垒跑者要回来得分了。一垒跑者紧跟在后，也回来得分。这一打者上到了二垒，曾子佑所击出二垒安打，两分打点。
打击出去，手上三连手，三连手长传一垒，好啊，好的。三人出局，结束了五局上半桃园狮队的进攻。这个半局呢，一共是攻得五分，所以呢，目前双方的比数呢，16-0。桃园狮队这边更换投手，那么也就是说意味着在五局下半，彰化县队如果没有办法将两队的比数压缩到15分之内的话，也就是说至少要共得两分，要不然的话比赛是来提前结束。加油！彰化县队不。桃园狮队这边换上第二任投手是16号的洪承毅，洪承毅右可。洪承毅来自平镇高中，毕业于重庆国中，目前高中二年级，暑假完之后就高中三年级哦。加油！这个半局务必是一定肯定要绝对要得两分以上的哦，那不然比赛就来结束了。加油！开局者第七棒，第七棒是9号的林玉佑。你是火山吗？哎，是。第二，桃园办委会总干事说叫我帮你，要问你的电话。后面。好，你别忘记了。好像我有事情要找你呀。好喝。等我一下啊。好 ，OK， 谢谢。没。有个钱了。刚好呢，二连打，不好意思啊，刚好工作人员来，问一些事情啊，所以没有 Q 到哈。哦，没有人出局呢，现在二垒有跑者，有机会得分哦。先把蛋给破掉，然后呢，再把分数压缩到15分以内，然后再一分一分的追哦。还是有机会的。哇，摸弄弄球，我听到弄弄球哦，想到高雄哦，有半个月呀，每天都是暴雷雨，都下到淹水。场上打起的是第八棒12号的林贝纯，目前没有人出局，二垒有跑者，投手投出挥空。哦，天哪，哥，你的梦想很伟大哦！加油，我们都一起加油。插棒接腕，胡念明，午安，嘿，
加加油。洪一博要先离开了哦。好，哎，下次再欢迎你啊，进来跟大家聊。哦，哇哦，中间外交地带的地形的难打，现在有没有得上冠军？没有。哦，现在二三的有跑者喽。下楼，这边开始在下楼，这边已经在下楼。刚刚打击的是。第九分，打击出去，中外野手接杀出局，在接杀之后，三垒滑者挑战分垒，破蛋了，在五局下半，三外线队是将那颗蛋给破掉了。我一人出局。第九班十三号的吕义华呢，是外野高飞牺牲打，带进了一分，也带进了彰化县队的破蛋分。现在在下雨哦，现在是雨中进行比赛哦。现在是在雨中进行比赛当中。打击出去，安打，我接手，快转移嘞！哇哦！波太扯，一垒球遭到了刺杀，不过二垒的滑者来到三垒，加油！只要三垒这一分有回来的话，比赛是还有机，还可以继续。如果三垒这一分没有回来的话，比赛就结束哦！加油，加油！越下越大了，越下越大。我这边进来了。这边进来了。
西方。这下好大，有多大就多就多就多。上打击的是冠号的吴兴化，Thank you.
现在现场的也是有变小，不过场地有提升，倒是真的。会修吗？不啦，他会放水啊，得修啊，这不能结束啊，反正。我说明仔，我明仔就归这边来。你不坐车？我老是打给我说我不老是。我喜欢你那多少家公？我去，不要不要的。
解决啊。这个球场的排水其实也还不错，那就是看能不能就小了之后就行了。如果一般要收的话，要暂停两次的半小时。暂停两次的半小时，然后呢，暂停两次的半小时之后，如果还是停不下来的话，然后没办法比的话，才会比赛才会来暂停。但是因为现在就算暂停的话是把原来的那个冻结之后，到时候再找时间来打的话，就是依照现在的状况去支持刚刚停赛之前的状况继续打。但是现在就是看两次的半小时，因为第一次会暂停半小时之后，看状况，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在暂停半小时之后，就看大会的裁定。不过雨势又有点在加大了。唱歌哦，好哦，点歌哦。可是哦，网络状况不好，可能各位听到的会断断续续哦。EDWARDLIU 是嫌犯吗？我已经忘了，好久没上来了，而且好久没直播了，
提前结束比赛的门槛是15分，五局数。刚刚呢，彰化县是得到了零分，所以目前两队的分数差距缩短到14分，所以呢，目前提前结束比赛，目前看起来比赛还有的比。至少第六局是还可以比，而且现在五局下，彰化县呢还没有攻完。
雨势加大了。现在的雨势又加大了。现在比赛是暂停双方。
雨势又加大了。最后哈，是比赛来裁定结束哈。最后是经过大会这边跟双方球队的总教练来做一个协调跟俊宏成午安，好久不见啊。然后最后是来裁定的比赛。比赛是来结束，也就是说最后的结果是由田正高中来，不是那个桃园市代表队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哈。那最后就是16-2来裁定结束比赛。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然后这场球赛就到这边了哈，没有就结束了。然后最后一支语话。最后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家人的支持是成就的根本，家人的支持是成就的根本，哦，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要来收播了哈，因为比赛是来结束，裁定了比赛，最后是由田正高不那个桃园市代表队来赢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好，那么我们要来收播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见，拜拜。